大晚上来抓鱼啊，喂小蛤蟆，捞了几网，捞了这多小鱼。嗯，滷蛋二号出生了。嗯，看一下，饿不饿？二号应该是饿了，一号不知道。小鱼仔是不是？嗯。哎呦哎呦，昨天给你们捞的，吃了，还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二号，哇，这刚出生的饿的不行了，这个东西它在蛋里面它会折腾很久。才出壳，它破壳跟一般的鸟感觉有点不太一样。吃了三条，你这个是不是像这个大一点的？嗯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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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厉害！嗯，一号已经感觉很大来了，来给你个超大的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它这个东西不是同时出壳，哇哇哇哇！你不吃啊？滷蛋一号早上是第一顿吃了十来条，我感觉，这个感觉不太饿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今天还得去抓这种小鱼。哎，不吃啊？不吃拉倒，换一条吧。嗯，啊，吃了。这个东西是叫食文鱼还是什么东西？嗯，这个好能吃，解冻的不够，我再去给它解一点。刚出生的它就是饿得不行。两个小家伙，这两个就是正常的。哎，拉屎了啊！哦，鱼不是拉屎了，好小一个。这玩意长得很慢，这难的伺候。看，多小一个。多小。今年的叫滷蛋，去年的叫蛤蟆。嗯。今天又抓了一堆，昨天已经冻起来了。